据相关媒体报道，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周五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，公司主席何鸿燊将在6月12日年度股东大会上正式退休。消息一出，震惊不少网友，百亿资产将由女儿接掌，下一个女首富或将诞生。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，赌王何鸿燊将在6月12日由二房女儿何超凤接任公司最高职位兼执行董事，四代梁琦及霍震霆为公司联席最高职位兼执行董事。以上决议均由周年成员大会结束后生效。其实在去年6月，何鸿燊已从另一上市公司香港信德集团退任主席，将由长女何超琼接棒。此次退出澳博控股，也表明他将退出所有上市公司，正式交棒给亲人。何鸿燊1921年11月25日生于香港，著名港澳企业家，有澳门赌王之称。女儿何超凤是何鸿燊与蓝琼英之女，在何鸿燊11位女儿中排行第5。1964年出生，丈夫为何志坚，现协助何鸿燊打理公司业务，育有何思恒、何倩恒两女儿。何鸿燊与叶汉、霍英东等于1960年代取得澳门博彩专利权，垄断当地赌业近40年，被视为澳门赌王，也见证澳门赌牌开放，涌升至全球最大博彩市场。